家好，我是谢志伟，今天录的是第69首音乐。那这个音乐呢，在前面有一段是音阶形状的练习，那在中间第二行就发现有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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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第二个呢，当然这个嘴巴是要能够去运作的 ，embouchures 必须要能够慢慢的移动，但是不能移动太快，因为它很非常的快，所以呢，尽可能把主题想清楚。慢慢的练习，让你的喉咙能够放松，它才能够很快速的下来跟上去。那在音阶的形状部分呢，它事实上就是一个C大调音阶。所以呢，尽可能的去把音阶吹得非常的流畅，更有音乐性，不要吹得死死的，像第四行。那一口气如果能够吹得够长，就最棒了。好，所以气的长度要好。那在后面还有一个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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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也是一样要把音乐的感受吹出来。所以就连我在吹这首练习曲之前，我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练习的。那这样子才不是只把音跟这个节奏吹对，要把音乐的感受吹对。好好，加油。